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10日，安以轩在微博晒出一组与陈乔恩和吕一的自拍合照，并配文：陈乔恩和吕一和我在夏威夷皇后有5个月没见到了，陈阿伯属他第一次帮人扎马尾，这几天我们好好的聚起来。照片中三个人穿着浅色卫衣，素颜白皙肌肤超级吸引眼球，一出可爱的 V 字手，调皮的陈乔恩还玩起了安以轩的头发，一副亲密模样。据报道，近来两人的关系被传言不和，疑似是因为陈乔恩从2015年开始和张普京拍到从北京到台湾，男方都陪在身边帮忙处理大小事，而此次的亲密合影可谓是实力攻破了谣言啦。